好，刚才两位老师呢，是我师哥啊，叫刘鹤春啊。那个刘鹤春刘老师呢，过去呢真的出过家，啊，这是没骗你们，确实啊。你后来就还俗又说相声了，也不是为什么。这边呢叫关鹤柏，关鹤柏啊，跟我们是同批过来的啊，都是鹤子科的。他们唱了一段《师傅经》，对，下去休息休息，啊，说了挺长时间相声啊，我也是这一场说，刚才说两个相声了，啊，然后今年一年也都说相声，我就觉得吧，不少专场，我是怕你们审美疲劳，你知道啊。吗？所以呢，我就搞了一个舞台剧，就在今晚啊，过后的下一个专场啊。老大喘气呢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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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什么新鲜的，你不用听他的，知道吗？没什么新鲜的，打今年3月份就开始跟我说，咱们今天弄一个舞台剧吧，今年，到现在剧本没看见呢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剧本子呢？啊，本子呢？你没看着？你没看着？这就证明没有吗？可能呢？怎么能没本子吗？本子你给我拿出来我看看。这什么？傻了吧？傻了吧？开完能没本子吗？真假的呀？啊，看看，好好看看吧。这里边你是男一号。看看呢？那个孟老师啊，啊，您带冰箱了吗？干嘛？就是把这个剧本啊放冰箱里冻硬了，拿出来抽你。你有病吧？怎么了？有字儿吗？你自己看看有字儿吗？这怎么没字儿？这上面不都是字儿吗？这不都是字儿吗？哪儿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这个剧本啊是一般的低能儿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上面有字儿，您这密码都，您观众都能看见，是不是能看见？就你看不见，你仔细看看。而傻子看不着这上面字儿，你知道吗？得聪明的，聪明才能看的。你写的是行书啊？啊，对呀。嗨，我说看着不太熟悉呢。那能看着了吗？你那么说，我是看见了，看见了哈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给大伙儿念念。行，等会儿啊，我看啊，剧本，哎，第一个字念什么来着？这字儿你不认识？这第一个字是括号。剧本第一个字是括号，你得是名儿啊。行，好好啊，您这行书我看不太懂，要不第二个字你也说出来。第二个字啊，第二字我也不认识。废话，废什么话？他就没有字儿，你就没写，没写怎么了？没写怎么了？都在这里呢，知道吗？都在这儿呢，都在这儿呢，都在脑子里呢。哎嘿嘿，听玩意儿听吧你，你又给我来皇帝的新剧本那套是不是？什么皇帝新剧本 啊？愣骗现在不是我哭啊，不是我哭，我自个儿一个人没法那个才思泉涌，你知道什么叫才思泉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这才思啊就像泉涌一样。哦，你那么一解释我就更糊涂了。你才思泉涌就是好的想法就从脑子里像泉水一样迸发而出，泉涌而出。你说我自己在家，嗯，你真是，我，哎呀，我是滴滴答答憋得生疼啊。他是全思不了泉涌啊。哎呀，那要不是中医呢？是中医干什么呀？你怎么，你是有点什么毛病是怎么？我这不琢磨了吗？琢磨下一个专场不知道演什么，正好大家来的人多，哎，大伙儿帮着出出主意，哎，给写一下下一个专场的剧本啊。别好了，别好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你让今天的观众写一个剧本儿，
啊，给下一场观众看，好不好？没，你退什么票？别，德云社不让退票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大家伙也愿意，愿意。为什么呢？碰着下一场专场，他妈，你们听这个是我们写的，他骄傲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、再者，咱退一步说，哦，再退一步，咱真能让观众写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咱也就让观众给润色润色，哦，把把关，对不对？嗯，再退一步说，再退就回后台了。这咱再退一步说，嗯，咱说这剧本，对不对？观众没润色，咱俩就不写了吗？啊，得写呀。再退一步说，啊、嗯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说这剧本万一真没写，嗯，就没写出来，是这事怪谁？能怪你吗？怪不了我。能怪观众吗？那赖不了。对呀、啊。那赖谁呀？赖你爸爸。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怪谁呀、啊？怪你呀、啊。哎，对。不还是呢？他就应该怪我。谢谢大家支持我，你知道吗？那可不怪你吗？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、啊、他就得怪我呀。对呀、啊、这事是我的责任，我没写呀、哦、是呢。那多聪明这孩子。对呀、啊、对不对？就得怪我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呢，我就肯定今天你到底你写没写、啊、咱们就创作给他写出来。现编啊。给你干嘛呀？笔。我以为剧本呢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让我编呀、啊？那这不让你编，你我说你写，你是我的代笔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我写是吧？对，你写、啊、行，好，好，代笔，行，你写吧。我能写楷书吗？你别写楷书、哦，你得记得快一点啊，记得快啊，因为我语速比较快啊。行，哎呦嚯，啊，全勇了。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啊。现在是全勇了 啊， 啊，来，行。嗯，因为这个写剧本啊，这个事儿比较麻烦，什么呢？得两个人啊一块儿创作，一个人没法创作，所以说呢，我说呢，让他写这个事儿呢好办一点啊，他最起码他不爱动脑子，所有的事儿都我想头里，这些都记吗？你听着这些用记吗？开始啊，咱开始了。我说你写啊、嗯、好的。嗯，在一个奇妙的夜晚，在一个万家灯火，一个奇妙的夜晚，对，奇妙的夜晚，奇妙的夜晚，万家灯火照耀着整个城市，万家灯火照耀着整个城市、嗯、是啊、嗯、有两个人呢在北展剧场创作剧本。你摔本子干什么？你不得有点仪式感吗？合着前面那两行我全白记了是吗？那有点仪式感吗？这你先放下，你先你仪式完了没有？你先不用写，你也不，咱得先想好了，咱写剧本，对吧？啊，咱写什么题目啊？你现在连题目还没有呢，是不是？有道理啊，咱想想什么类型？你是喜欢这个，听你的、啊、你是喜欢这个警匪的 啊， 啊，警匪好，还是悬疑的？这也行、啊、还是儿童的，还是这个冒险的，警匪的，对，警匪的，我给你讲一下大概的故事梗概啊啊，这就有了。你必须男一号啊啊，那你是男一号，好，谢谢。周九良、啊、穷凶极恶，拿着一把圆月弯刀，哎，行不行？男一号，我是男一号，男一号，我不是警察呀。嗯，老话说得好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。周九良穷的不行了。不是，咱是警匪片。警匪片啊，你听我说呀、嗯、啊、嗯、拿起圆月弯刀咔嘎下自己一个腰子、嗯、以高达5.7元卖给了烤羊肉串的。烤羊肉串的嫌太肥不愿意要，哎，又给你退回了，你气急败坏，你报警了，警察一来把你逮走了，判了15年。凭什么判我呀？说你是倒卖人体器官。哦，倒卖自己的人体器官也算，行不行？这个框架行不行？这不行，这不是警匪。那咱们搞悬疑的。我是一傻贼，我是悬疑的，好不好？悬疑，对，悬疑型，悬疑你就得有那种感觉 啊， 啊，
在漆黑的夜晚，哎呦，这我爱听这个。一个食客，嗯，吃着肥美的大腰子，他咬了一口，发现，难道这是人妖？把老板叫来，问老板，这是谁的腰子？这是谁的腰子？我的腰子，我的人妖，这悬疑吗？你怎么了？这不还是跟刚才没什么区别呀？你这样，你来个儿童剧行不行？可爱点的，可爱点的吧。你这太吓人了，咱创作剧本太费我肾了，现在有点。有一个可爱的周九良啊，行不行啊？这好，这好。有一个可爱的周九良，行。他手里捧着自己两个可爱的腰子。你告诉我腰子怎么可爱？你不加可爱俩字了吗？没听说过。这不行，废话。那换个思路，换一个主题，冒险怎么样？冒险，冒险，冒险，咱得先选定人物，是什么人去冒险？我呀，我去夺回我的腰子呀！不是这么冒险，废话，不是这么冒险，那怎么着？你得想，那得是什么样的，什么样场景，什么样的人物？冒险，还有什么冒险可？海盗怎么样？海盗题材行不行？哦，喜欢吗？哎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海盗啊，只要跟我腰子不沾边我都喜欢。嗯啊，咱在台上演一个加勒比海盗。加勒比海盗啊，行吗？这行，我喜欢看那啊。可是咱是没有海，没有海是一个缺陷。啊，那没关系，咱泼点水不就完了吗？那行，那咱们就叫加勒比水盗，好吧？我听着怎么那么像农业频道啊？那农业频道，你没海吗？你这加勒比水盗吗？哦，泼点水就是水盗啊！啊，行，加勒比水盗啊！啊，咱们俩加勒比水盗，咱得倒点什么呢？咱倒点什么呀？两个加勒比水盗去干什么？盗墓。两个水盗去盗墓，啊，我，人家都是水葬，盗墓不行是吧？废话，咱偷人骨灰去了是吗？那咱盗点什么的？大小咱是盗啊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咱们就去超市盗一根火腿肠，俩海鸥，因为咱们可不能叫海鸥，咱们叫水鸥，水。行了，可以了。那么倒倒什么倒？不行，倒倒倒倒倒倒，别倒了，压我脚了已经。咱们倒完了。哎，咱们倒汗。我说让你看看中医吧。这最近怎么那么虚的慌呢？不是，你琢磨你得倒汗干嘛呀？你得倒点什么呀？咱们去就寻宝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对呀，好，咱干点那个水盗该干的事儿，行不行啊？加勒比水盗去寻宝啊？多废话！我们手里有一个寻宝图，藏宝图。哎，对了，有一藏宝图。你问于什么呀？啊，是因为我绕上了吗？有的时候说话的就容易绕上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咱们去那个幺到藏宝图，好不好？那老哥瞧不起人似的。那行了，哎，那咱们就定好了啊，两个加勒比水盗啊，行，去寻宝，寻宝，这好，这好，寻宝，你记着，加勒比水盗去寻宝，行，寻宝啊，行了，这就成了，这片儿成了，这剧本就有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加勒比水盗去寻宝吗？水盗去寻宝啊，没了。哎，你这接下来细节呢？你听我说呀，我跟你说呀，细节服装道具什么的，这舞台调度，你不得都得。你首先你得先剧本都写的事不巨细呀，先从亮相开始吧。啊，亮相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出来？我也是水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上台，我有一个漂亮的亮相。哦，啊，是戴着这个水道的帽子。哦，啊，拿着水道的炮子枪。
嚯，是不是？还有腔啊！你呢，上台也有一个漂亮的踉跄。对，怎么到我这儿改踉跄了？你得踉着跄亮相。怎么栽一根？因为什么？你的打扮不一样，你太酷了。你戴着这个水稻的帽子，啊，你右眼蒙着一个眼罩，啊，你的左眼呢蒙着一个眼罩。然后我牵个导盲犬。你牵导盲犬干什么呀？狗绊了我一跤，踉跄是吗？不是，这不全挡上了吗？那你一个一个行不行？对对，一个一个啊，一个。你的右手呢？没有了啊，是个钩子。哦，铁钩子。你的右脚呢？没了。嗯，是个杵子。一个木头棍儿啊，木头橛子，啊，就是假肢 啊，是个杵子啊。哇，你上台你能不踉跄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你先等会儿，我干嘛？我非得是这形象啊？我，因为你是船长啊。你是加勒比水道的船长啊。我船长我干嘛非得这样？我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我因为这艘船上就咱们俩人，嗯，咱们俩争夺这个船长的时候咱俩得斗狠呢，对不对？嗯嗯，你斗狠呢，你拿起刀来，啪，把眼珠子挖了，咔，把手剁，咔，把腿砍了。然后你呢？我服了。你太狠了。你服了，你是船长了，我就给你当那个你的手下船员，我就带一个船员，拢共就咱俩人，你我损失了三个器官，要不咱还是警匪吧，我最起码我就少一肾呢，我俩肾少一个，我还能用，我还能活。你这太不方便了，我这个。反正你这样硬，嗯，我能健全一点吗？行，我斗个狠，我哎，我拔根我眉毛，然后你服了。这个不可信，好不好？这不可信，好不好？你看哪有那个水稻去这好家比赛拔眉毛，那都不可能。主要是我确实得服，我没得拔。好不好？咱我来个健全人行不行？我水稻，你健全你不像船长啊！我已经水成这样了，我就不能是个健全人吗？我你必行，你健全行，我就对你自己想写怎么写，我来一个健全漂亮的亮相。漂亮亮相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咱俩一亮相，嗯，然后呢，咱们俩得去寻宝啊！啊，对呀，我们得需要一艘船，是对不对？嗯，我们俩有一艘船，嗯，上了船之后，嗯，我们漂泊在汪洋大水上，对，大海海啊，大，咱没有海，啊，叫水，但是水道是水道，汪洋的大水上啊，大水上，水鸥嗷嗷的叫着，哎呀，我在船头瞭望着前方的情况，嚯！你呢是船长，是你坐在船舱里边，嗯，非常舒服的蹬着船桨。对，你先等会儿，啊，我蹬着船，咱是鸭子船啊。虽然船小，但是我们五脏俱全呢。都有什么呀？我们有鸭头、鸭身子、鸭尾巴，就是鸭子船。还是我蹬的。你是船长啊，你得卖力。我说这回让我那么健全呢。那你那个你得蹬，你船长得显你厉害，我是船员，我在前面瞭望，万一有点什么危险打不着你啊。行，是不是？行，我瞭望。行啊，你在船里边你就蹬啊蹬啊蹬。我是船长，嗯，我看到了那个小岛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那个小岛，孤岛。船长在后面蹬啊蹬啊，拿鞭子狠狠地抽我！啊，不是，你现在我驴是怎么着啊？因为你得使劲蹬 啊，你怕自己没力竭了啊？你想刺激一下自己，你不是，他不是船长都有这个癖好，你知道吗？谁船长有这种癖好？我扬起这个大皮鞭，啪一下，啊，抽到了你的眼睛上。对，虽然说你的眼睛瞎了，但是你很卖力气的在蹬。哎，对了。那就是驴把眼挡上了，眼睛瞎了吗？啊，这就又瞎了？没瞎，没瞎。
就抽，没抽，废话，没抽。我们看到了小岛，谁家船长有这癖好？队长才有这癖好呢。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一个队20多人呢，你想懂不懂？那我怎么我也是你的船员呢？我说七队了啊。少说点节目以外的话，好不好？咱们到了小岛，船长身先士卒，拿起了40吨的船锚，我们得抛锚。你先等会儿，咱俩都得淹死。一鸭子船，40吨船锚，多大船锚？小点，咱俩就是石沉大海了，咱就拿了一个2克的船锚，鱼钩。拿出一个5斤重的船锚，5斤船，啊，5斤行啊，船长，是不是？扔到水里，好吧？扔水往下扔，你还甩什么呀？习惯了。你那不得有人谁真是现编呐？你不有时候好往上扔吗？我看你啊，咱往下扔，往下扔，扔水里，船固定好了，啊，因为我们离海岸呢还有20多里，所以我们得游过去。嗯，下回你蹬船知道吗？因为你蹬不动了，你怎么瞭望的？啊，我看因为我远视眼。行了，咱游过去还得，游过去，好，上岛了，寻这个宝啊，不能那么的容易，啊，对呀，咱得经历9981呢，那倒不至于，对，最起码得游去呢，啊，对，上岛第一件事啊，那船长说了，嗯，就是他呀，我说了，船长说了，说什么？走，我打前阵，哦，啊，船长往出迈出一步，就听出。我这什么动静呢？这是船长踩到了捕兽夹上，哟，应声倒地。哎呀，我赶紧，我救主心切呀！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毛病吗？他是我的船长啊，救主心切，扒开捕兽夹，船长扶起来。嗯，我说你没事吧？是，这是你的脚还要吗？要切开？不切开。不切开，要废话，这一夹我这腿都没了，那老虎夹太大了，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安是安不回去了。接上啊，这个我先给你保留着啊，以后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万一饿了呢？拿出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假肢，给你安上，一个大厨子。好了，我是船长。这才有船长的模样嘛！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船长，我搀着你走。不用，啊，我是船长，就应该有船长的样子。我自己走，我还要强。船长刚迈了一步，一个踉跄，嗯，差点摔倒。是，幸亏一条蛇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胳膊，要不是这条毒蛇，他就摔倒了。废话。我这还中毒了呢，我这蛇毒迅速蔓延啊，看着手马上就黑了。我为了救你的命啊，干嘛呀？手起刀落，咔，你是咱俩谁手折了？你告诉我，把你的手就砍掉了、啊，是，这只手还要吗？这要不了了，这不要了，那就给蛇了啊。对，好不好？对，那就给蛇了。既然他那么喜欢他，啊，他就自己添足去吧。他就，啊，我从兜里掏出了早就给你准备好的手钩，这手是个钩子。嗯，好，这手是个厨，这脚是个厨子，往前走吧。咱们不是说健全人吗？往前走，不是，这剧情需要。哦，剧情需要、你船长必须得这样。哦，行，对不对？行，往前走吧。走着走着，一伸手，干嘛呀？跟我要东西。要什么呀？望远镜。哦，我说对，
船长得看一看前方的情况。对，从我的怀里掏出了一个铜制的伸缩望远镜啊，对，这海盗的标志。船长，给您。嗯，船长说：“我怎么拔开它？”是。那船长，我来。我攥着下面，船长拿着上面。嗯，因为这个锈到了，哦，被海水泡了，锈到了，海有点难。我这，完了，我也瞎了，并没有啊，并没有杵到眼睛上，啊，这好，这好，啊、这好，没有杵到眼睛上，幸好，这个人的下意识反应嘛，啊，这个手没杵到眼睛上，嗯、这个手一挡，钩子噗进去了。我今儿非得瞎了是吧？我拿出了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眼罩。哎，对了，那行，你戴上了。好，走吧，嗯，咱们找吧，找宝藏。找遍了整个小岛啊，嗯，也没有找到宝藏。是啊，我们得在岛上待了得有十多天。咱们有藏宝图吗？渴也快渴死，藏宝图渴了，岛上没有路啊。啊、哦、啊，渴快渴死，嗯，饿快饿死的时候，是忽然间，刮了一阵旋风。哦，这个旋风把沙子刮走了，是露出了一个山洞。哦啊，在那儿呢，这个山洞。就是那个藏宝地点的入口，这有点离奇了啊！来到了山洞门口，嗯，有个门，哦，坏了，没有钥匙啊！对，找钥匙啊！船长说：“我们找钥匙。”嗯，满岛找，找不到。哦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是，我又渴又饿呀！啊，我也是啊！我弃船长而去，我蹬着鸭子船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我先洗澡，我先吃饱了，我喝好了，我理理发，弄弄胡子，对不对？都刮好了，去你们家安抚一下你的媳妇儿，我的儿子。什么？啊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媳妇儿，你儿子？不是，安抚一下你的媳妇儿，你还有我儿子，我也得安抚安抚啊。咱别放一块儿说呢嘛，什么放一块儿说就出事儿了啊？你在岛上大概待了有半个多月啊？嚯！啊，我心里边难受，我是没船回来，我是我心里难受啊、嗯、因为我有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什么呀？那个门就没有锁。就当度假了。我心里不忍呢，蹬着这个鸭子船我又来到了这岛上。你在门口已经奄奄一息不行了。是，我真能挺啊，冲着我水水水，我要喝水，快咳嗽完了。我很后悔。后悔什么呀？我没带水来。对，你早该想到啊。没带水、嗯、但是我得救你的命啊。啊，是啊，幸亏我有温泉。对，救你一命。我喝海水吧，还是喝海水容易死、啊、我死了，救你的命啊。我死了吧，还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，你非常的激动。嗯，从地上扑棱就蹦起来了。嗯，蹦起来之后我推开这道门。嗯，船长，你先进还是我先进？那是我先进啊。我先进。对呀、啊、我等半个月呢。船长走在头里。嗯，悠长的山道，那是一个山谷里边的洞啊。嗯，很长啊。是，里边有很多的机关呢、啊、嗯，对不对、嗯、虽然说我们成功的走过去了。嗯，你身上虽然说有很多剑，对，但是没有什么危险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你先等会儿，我还没有生命危险呢。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你呢？我什么事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？你不要走头里的吗？你要走头里，船长说的算，你就先走呗。行行行行啊，行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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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藏啊，到了，全是金币啊！哎呦嚯！这时候我问船长：“咱们要这些金币吗？”废话，咱们干嘛来的呀？在船长心里，这些金币已经不重要了，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宝贝。什么呀？时光倒流仪器。怎么打时光倒流仪器？时光倒流仪器。我船长，咱们是要金币还是要时光倒流仪器？船长说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你容我想想，容我想想啊。要这些钱，我眼珠子还是瞎的。时光倒流仪器。我先回去。好，我先是个健全的人。
时光倒流仪器咱得启动了，咱启动啊，上面有说明书，嗯，时光倒流仪器得找到一个 Z 字形的钥匙，哦 ，Z 字形在金币堆里边找到一个 Z 字形的钥匙，哦 ，Z 字形插到时光倒流仪器的里面，嗯，开始转动，转动，腾，然后咱们就回去了，腾腾腾这不拖拉机吗？这不是。冒出了一股子黑烟呢啊，这对冒黑烟的同时呢啊，在咱们山洞外头哗出了很多的地下水啊，灌满了山洞外面的一个洼地，上面说明书写了，我先喝两口呗，要不你可以喝、哦、上面说明书写了啊要想启动时光倒流仪器，是先将绿色的植物插满这些洼地，不就是插秧吗？还是水稻，咱得按说明书来呀！ 啊我们出去，人家早就给准备好了这个小苗。哦、啊，我们开始插吧，开始插秧。哎，他在里面开始插秧、插秧、插秧。插完了之后，人说明书写了，这些等这些个水稻啊收割完了之后呢，这些什么呀，就是他启动旁边那个真正的时光倒流仪器的燃料，啊。你得等啊，等它成熟啊。嗯，我实在等不了。是，他在这等着。是，我回家安抚一下你的媳妇儿，我的儿子。你又弃船长而逃了，是吧？我回家，我回来几趟家吧。啊，他啊，我几趟家。等这个粮食熟了之后啊啊，熟了之后，水稻开始割水稻。行，你割完水稻，粮食弄好了。嗯，过去。倒在时光倒流机器，你回家几趟你都没想着拿点大米回来呀、啊？哎呦呦呦，忘了，是个好主意啊！废话，可是你已经收割完了啊？对呀、啊，收割好了之后倒进时光倒流仪器，嗯，时光倒流仪器开始转动运转，我们穿越了，穿越了，穿越了，到哪儿了？到了我们刚刚上岛的时候，这太好了啊！我船长，咱们是回去还是寻宝？去找金币，这回我行了，我健全了。找金币，健全了。啊、船长说：“我们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”我船长、小心那个捕兽夹，我会的。哈哈，船长躲过了捕兽夹，我跳过去了。是没有躲过毒蛇，那毒蛇还在树上呢，没有在树上。那怎么着？在地上，在嗯，烫，咬住了你的脚。你一个亮相往后一躺，幸好手撑在了地上。哦，啊！我当时作为你的船员，我非常为难呐。为难什么？我是救你的手还是你的胳膊？先保住我的眼睛。腿不要了吗？事已至此了。好，那就先保眼睛。砍掉了你的腿，嗯，把毒蛇放走了，是，掰开老虎夹，嗯，把你扶起来，对，假肢都安好了，对、船长，咱们走吗？走，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船长，嗯，给你望远镜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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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好信儿，嗯，好，那我看，嗯，我拿着望远镜，嗯，这望远镜有点锈的，对，啊，我是八八。不好意思，出你眼睛里了。啊，这回你，啊，行，戴上吧，戴上吧，眼罩戴上吧，戴上。嗯，好，我们直奔主题，就快进去吧。找到了山洞，快进去吧，船长，你先进。好，我先进，你先进。走过了悠长的隧道，对啊，嗯，虽然说你身上扎满了箭，但是没有生命。你先等会儿，这回不是你先进去的，你在前面吗？我先进，我得是匍匐前进呢。这人多贼呀！啊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问船长、啊：“船长，我们是要金币，还是要时光倒流仪器 ？”Z 字形钥匙在这儿呢，快快快快，摇起来，摇起来啊，摇起来，摇起来。摇这个，快快快摇，快摇！时光倒流仪器，快摇，快摇，开始摇。嗯，腾腾腾，腾腾腾腾腾腾腾，一股子黑烟，行，水出来了。哎，开始插秧，开插秧吧。嘿，好，插秧。哎，啊，你在这里等待麦苗的成熟，这是水稻该做的事情。嗯，
快快快！我回家呢，安抚你的媳妇儿和我两个孩子。对啊，你先等会儿。我说这么快，你都听见了。一茬水稻就多了一个孩子，你得农忙，农哦好，然后回来两个水稻开始割水稻，割水稻，割完水稻之后倒进时光倒流仪器，哎，时光倒流仪器转动，我们穿越了，穿越回哪儿了？刚上岛的时候。好，我船长，我们是回去还是去？找我能回去吗？我想找那个烤串店老板把我腰拿回来，我跟我腰连着我的脑子呢。要是按照剧情来说怎么样，回去不合适。为什么？你就能回去。因为这个剧本不是你写的。对了，行，那咱们往前走，去寻宝，去寻宝。现在你是健全人，哎，对，你全身全影啊，是，你是健全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踩吗？我们咬吗？我们还戳吗？我们躲开了老虎夹子，嗯，我们躲开了那条毒蛇，是，我们扔掉了望远镜，对，直奔主题，对，走到了山洞前面，嗯，你走前面，走后边。品牌，好，我们并排走这条山道。是的啊，这个山路啊特别的崎岖。嗯，这个里边啊，然后咱们俩还一人身上有好多欠头。我身上倒没有，因为我带着盾牌呢。啊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也挡下了。好的，咱们什么伤都没受。好的，健全人。嗯，完整的。好，现在我就问你了，船长。嗯，你选择金币还是选择时光倒流仪器？谁要那仪器？你金币赶紧装。好，我们蹲下来开始收金币。对，大金山呐、啊！啊，花不完用不完的金币、啊。天哪！开始收金币。哎呀，哗，金山塌了。啊，从这金币里出了一条恶龙。哦。是谁在动我的金币？越来越刺激了啊！是谁想拿走我的金币？嗯，我当时站起来啊，我是他，我的船长，想要拿走你的金币。恶龙说了，嗯，想拿走我的金币没那么容易。怎么的？你得留下你三样最宝贵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的眼睛、胳膊和腿。去你的！一首三大白骨精献给大家。恩平妖魔多变幻，我眼睛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哎哎，唐僧到西天要去取经， AKA 金蝉子说唱精英，身骑着白龙马特别的帅气，他要带三个徒弟一起去往外地，只因为白骨精他是一个奇葩，喜欢吃唐僧肉，孤独的美食家，于是他卡斯普雷角色不停变换，孙悟空把他打倒三次不会厌倦，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，师徒之间不信任怎么共同富贵呢？孙悟空不计前嫌去把师父营救，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东城名就，任凭妖魔多变幻，我眼睛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哎哎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嗯，沙僧猪八戒的期盼，嗯，师徒间的羁绊，所以根本不留遗憾，
他准备背水一战，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，这是齐天大圣。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，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，但这城中的墙那都打得邪不得。棒棒妖怪你往哪里走，叮叮当当没猴王没有的手，要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，他不是孙猴你才是猴孙。爷爷再次能够让你飞了，说唱 remix 快班的配合，击溃他们那些相声界的飞客 MI 兔子 HA H 兔子 TR 多变化又找回来了，我眼睛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摇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，任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摇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谢谢大伙儿啊，谢谢大伙儿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唱错，我第一次唱错，再唱一遍。算了，唱一遍就得了啊。感谢大伙儿这么支持，一会儿不着急。啊，你们想要的一定会有的啊！刚才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，这我们刚写的一个节目啊，主持人报错节目了啊，主持人报的是《加勒比海盗》，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就叫《加勒比水盗》啊，水不水？耶！要是愿意听呢，我们再多说几个，好不好？啊，说点什么呢？其实也就闲聊，像什么就是聊天，像我们这又唱又跳的少，真的，像我们这不要脸的也少，真是少。因为年轻的相声演员嘛，就得有点朝气啊，有点年轻相声演员的样子，耶、yeah. 啊，搞个说唱，对不对？啊，来个化妆啊，对不对？拿我们俩来说，有走的了。这会儿也没有地铁了。啊，我看后面啊，后边观众你们好。那个，听得开心吗？没问你们。显眼包你吗？这会儿全是显眼包这会儿。哎，我特别想做一个那个问卷调查啊，因为我。你先听我说，因为我们今年一年一直都在创作作品啊，创作了很多新的作品啊，但是呢有好有坏啊，哎，那捧了，因为我这个脑子没有说那么神奇，没有像郭老师那脑子那么神奇啊，创作每一段都好，因为我这个脑子还是有一些欠缺的，它有一根弦儿它缺了，有时候创作呢确实有好有坏啊。就是我都特别想问一问，就是比如说今天这场，就是北京来的观众朋友们，有没有第一次进剧场听孟鹤堂的？啊、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您捧，谢谢您捧，啊，谢谢，好好好，之前你们都干什么去了？开玩笑，都是。其实我就想问一下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场都会有一个大概齐的一个新活吧。新活呢，其实就是回馈一些个那个经常追的老粉丝们，然后让他们能听得新鲜一点，没有那么多的老段子，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收到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想这件事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，啊？啊，其实呢，创作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风险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台上是什么效果，也不知道这个包袱到底能不能响，也不知道你设计的这个场景到底符不符合那个观众的口味。所以说呢，有时候有一些风险，有一些
有的时候第一次来的观众可能看不懂你这个不是很成熟的作品啊，希望第一次来的观众啊那个多包涵，因为这个最后一个作品是今天第一次演啊，有一些欠缺就可以。刚才确实是现编的，不是，这大概是有的啊，有其中有一些那个现挂是啊现编的，是现编的。反正大伙儿听完这段节目以后，可能就记住周良少一腰子就完了。不是，就记住那个眼睛、胳膊和腿了啊。啊，周老师来讲，确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啊。他呢，就是经常是努力养生啊。因为他是一个特惜命的一个人，是的。你看我小时候惜命，我长大我不惜命了。嗯，他长大之后他特别惜命，对，他就想养生。嗯，他就觉得自己我怕我活不到30岁，啊，我29了，你就怕自己活不到30岁吗？好家伙，啊，嗯，自己养，你们肯定长命百岁，好不好？啊，他呢就觉得自己。谁家30岁是个坎儿、啊？你告诉我，谁担心30？那不73吗？吗？就是你养生啊，注重养生啊。养生这确实是好事儿、啊。你养生，你得吃点那个补大补的东西吧？啊，什么啊？什么人参、貂皮、乌了草？嚯、哦！啊，东北三宝他都得吃。我全吃、啊，都得吃。后来得到一个偏方，什么偏方呢？嗯，这些个东西啊，都是补的身体，对，但是不补气。哦，人靠的是一口气，精气神。对了，什么东西补气？什么呀？黄豆。这个东西是最补气的、嗯、哎，吃黄豆就着凉水，炒了一大盆黄豆，咔咔咔咔咔，一大盆咔咔咔咔全给吃了，那一大瓢凉水顿顿顿顿喝下去，它真补气呀、嗯、眼看着这人就胖起来了，他在那个肚子里边出现一种化学反应，嗯嗯嗯，啊，这个化学反应，他就是那种拧着劲儿的，他就是他怎么说的，他一种气体呀，他就是，你想打嗝，嗯，没打出来，是，你一咬牙，他往后走了，嗯，可是你后边又没有牙呀，你咬什么呢？它就形成了一种气体，嗯，这种气体用我们文词来说呢叫屁，哦，不叫虚功。你们可能叫虚功、哦、啊，我们太低俗了，所以说他就吃这个，嗯，这也难受啊，是他难受，他天天放屁，哦，在屋里边睡觉也放，他媳妇躺旁边，嗯，他在屋里边，好家伙，太热闹了，是跟那个宋浩然打快板似的，好家伙，刺儿啪啪个令踏一个令踏，踏踏起踏起踏踏踏个令踏一个令踏，一到晚上，他们家窗户根底下蹲满了观众。踏踏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我打了一个 B-box， 不好意思啊。他媳妇受不了。他媳妇儿哪受，他住一块儿，是啊，他媳妇儿说你别老放，嗯，你别老放，嗯，你能不能忍着点儿啊？这玩意儿忍得住吗？这个他媳妇儿吓唬他、啊，你就这么放，肆无忌惮的放，回头把肠子放出来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没有文化，哎呀，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他也不往心里去，是废话，在屋里，烫烫个令烫一个令烫，他媳妇儿早上一起来，好家伙，屋里都见不着人了。怎么呢？全是浮土啊！哪有浮土啊？那个屁呀、啊！那个屁呀、啊，落在地上就是豆粉呐、啊！哇、哦！他媳妇儿实在生气，是一推门出去了啊，到外边做饭啊，做早点，做早点，嗯，放吧，你在屋里放吧，做早点，嗯，做什么呢？是做猪大肠，这么长一根，做猪大肠。做炒肝儿，媳妇在那儿洗肠子，嗯，洗着洗着一琢磨，嗯，哎，要不我吓唬吓唬他，干嘛呀？我老说你这么放，把肠子放出来，嗯，对不对？他媳妇拿着这肠子进屋，嗯，拨开迷雾，看他那被窝，呼哧呼哧
呼声呼声，好家伙，一跳，把这肠子啪塞在被窝里一盖，媳妇出去做饭去了，做饭。不一会儿，他醒了，就看他房屋那门嘡就开了，满头大汗呢，哟，看着他媳妇儿是，一转身进厕所了，哦，不一会儿，好家伙，脸红脖子粗出来了，媳妇儿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让你说准了，怎么了？我真把肠子放出来了，嗨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怎么了？我又给他塞回去了，去。那个时间不晚了啊，10:56了啊，啊不早了哈，不早了，行好，啊，人家这北展剧场是有时间的，10:30必须得闭馆，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啊？你骗我？演出商能骗我吗？加钱你都往上扔啊，加钱，他老喊加钱加钱，净嘴上硬。你掏啊你倒是哎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哈，那个把刚才演过出的所有的演员都叫上，大伙儿再认识认识好不好？来吧朋友们啊，来呀，快上来呀，来哟，想你们啦啊，依次介绍啊，这边的呢是于小怀啊，于小怀是三哥的徒弟啊，于小怀，这是高老师的徒弟宋浩然，啊，这是我师弟李九天啊，这我师弟啊，这个师弟特别的有意思啊，这是啊，不是先介绍名字啊，那个董九立，九立呢，每次我们一块出去，不管吃饭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拿举起酒杯来，哥，九立敬您一杯。他老是第三人称，我说九力哥叫九力干什么？他总是第三人称，特别有意思啊！这我们一块儿进来的啊，他是那个刚刚那个好一点啊，之前被枪毙了，后来又给救回来了。你看脑门还有枪眼儿呢，哈，脑门还有枪眼儿，关鹤白啊。这边呢是。我的师哥啊，刘鹤春刘老师，这是我的搭档啊，叫周九良周老师，学生孟鹤堂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啊，然后唱个一起好吧？喂喂，呀。还是这个时间，那相机拍着照片，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，每个包袱都是笑点，我爱看你们的笑脸，岁月一直改变，可你们却没有变。就在这个夜晚，我愿把时间搁浅，为了传统艺术，我把麦克说到曲前，日积月累的表现沉淀了我的老练，为了你们，我要演遍全中国的剧院。心在一起走下去，幸福的时间短暂，冲破时间，爱你拥抱着瞬间，回去考验变成依恋，坚定着重现永远。既然活下去自如的驾驭，像我和孟鹤堂把感情融入旋律，从哈尔滨到北京，结合青哈之间的结晶，一路上不管风雨并肩，和你一起前行，多少次的同台让经典历史重来，有你在的生命多彩，不会再有空白，相约在冬季，决定和你过每一季，就算冰雪融化你的歌词的每一句，雪下的花一盏的光，茫然的家有多大，日记蒸发枯萎的花，我叫的再次发芽，一天一天改变那真诚的大动，还有思念你的点滴，已经变成旋律写在结尾，纪念守在你们的身边，也走自己的风格，之前彼此陪伴，中间圣诞依然有你，绝不走散，心在一起走下去，幸福的世界
短暂冲破时间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拥抱着瞬间，回去考验，成一脸甜蜜的重现。还是这个时间，那相机拍着照片，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，每个包袱都是笑点，我爱看你们的笑脸，和岁月一直改变，可你们却没有变。就在这个夜晚，我愿把时间搁浅，我为了传统艺术，我把麦克说到曲弦，日积月累的表现沉淀了我的老练。